些负面装球迷场面。不是很多钱啊，有十栋房子。十栋房不是十套房，十栋房，十栋，嘟嘟。你家有多少只羊呀？现在一共3000来只。3000多只啊！现在你们羊肉一斤多少钱？今天羊肉40。40啊？哦，那我那昨天买的那个肉价就是对的，40块一斤，3000多只羊啊！哇，一帮是1400多，还有一帮1000。哦，是你们是分批在放是吧？对，那帮是什么？哦，这片草场都是你家的是吧？对，哇 3000多只羊啊，3000多只的话，哇，那是好多钱了吧？都算不来是多少钱了已经。300多万呗。300多万，说的一个1000呗。哇，一个1000是过的应该是。对，都是1000过，1000过。那你不止300万，你现在是400多万、500万的上说了应该是。还有牛呢，还有。你现在抽烟都这么浮夸了，一个打火机都买这种的，虚不虚荣啊？我们家房租还是8000一个月吗？对呀、啊，那王芬就有主人。今天派出所来查居住证，我看到那个房子产权的是你。啊？怎么说？我每个月1000块钱房租还有，亏我还心疼你啊！我还每天上班，我还回家做家务带小孩。你给我的钱，你还我！这宝马都假的，套上去的。哎，真是的，你看，拿出来。哦，对，你看，我都说假的吧，老师。阿姨，这个宝马是你的吗？是啊，我平时上班和买菜都开车。你这车也买，这保洁怎么会有宝马？我记得阿姨好像是广州人吧？哎呀。那上次公司给老家是农村的员工发福利，你怎么还领了？我看你就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吧。哎呀，刘主管，你真的冤枉我了，我真的是。假如你有100万，你最想干什么呢？啊，干啥？100万？100万？哦，你想吓醒我啊？我还以为只有100万。饮杯水先啦，唔使啦，我仲有好多单要送噶。其实你个仔佢唔系咁嘅意思啊。我知啊，佢怕冇面啫嘛。喺呢度打工佢5000蚊个月，我送外卖都成皮嘢啦。你边个想送外卖嘅咩？个个月嚟呢度收租啊，连有钱都蚀埋噶。今个月嘅租啊？你同佢讲唔好喺度体验生活啦，翻到屋企继承产业吧。